我还能当饭吃吗？行行吧，做点正事好不好？看看别人家的孩子，一天到晚知道我，赶紧找份文案工作，晚上要玩到什么时候？想玩到什么时候？我理解你的恐惧，世界已经不是你习惯的世界，而我们也不是你们。玩从来不是小事。我崇拜那些会玩的人。按部就班过一生的时代已经结束了，历史在玩中推陈出新，事业在玩中别具一格。我们这代人就是要以玩为生，理直气壮，坦坦荡荡。我很清醒，要为心里的火玩到疯魔。在他们身上，我看到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，热爱。未来只有兴趣和热爱是人工智能无法取代的。把世界当成游乐场，全新玩耍，尽情创造，可以脑洞大开，也可以出神入化，可以独善其身，也可以心怀天下，可以为八块腹肌挥汗如雨，也可以为一款妆容妙笔生花。可以世界那么大，我想去看看，也可以世界那么小，我只想守住我的家。我玩就是我创，心无旁骛，全力以赴。我创就是我玩，一呼百应，万物生长。那么就让我们继续玩下去吧。斑斓的，纯粹的，冷静的，超酷的，放肆的，热烈的，我们是创玩家。